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Joanna，那我现在是 LINE 的 Back Engineer。那今天要讲的主题其实主要有三个，一个就是说会稍微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JUnify，以及说为什么我们会想要从 JUnify 买归到 JUnify，然后最后会讲一下说，那如果听了之后觉得很心动的话，那回去要怎么做买归选，怎么做 JUnify 买归选这件事情。那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JUnify。JUnify 跟 JUnify4，我的个人认为它最大不同就是 JUnify4 它其实是一个 testing 的 framework，但是到了 JUnify 的时候，其实它有更大的野心，它希望能够做成一个 testing 的 platform，所以它整个架构其实是以 platform 的方式去设计的。那主要包含三个 component，其中第一个 JUnit Jupyter 它其实就是我们在执行 JUnify 的一些主要的 library。都放在 Jupyter 里面。那 JUnify 有点比较好的地方就在于说，它同时也支援 JUnit3 跟 JUnit4。那 JUnit3 跟 JUnit4 它其实就是放在 JUnit Vintage 里面。那在这个架构底下，其实我们也可以挂上其他我们自己的 test engine，那它就可以在 JUnify 这个 platform 上面被正确的去执行到。那简单介绍完之后，我稍微讲一下说为什么会我们 team 会想要做 JUnify 的 migration，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当然是 JUnify 它有提供一些我们觉得它还不错的新的 feature。那我之后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有哪一些新的 feature。那还有个最主要原因就是现在大部分的 build tool，像是 Maven 或是 Gradle，以及现在一些 IDE，像是 IntelliJ、Eclipse、VS Code 等等，他们现在都已经有支援 JUnify 了。而且由于 JUnify 跟 JUnify 它其实可以并存，所以我们 migration 完之后呢，我们可以新的就写 JUnify，那旧的那些 test 那些 unit test 如果没有时间去改动它的话，可以先不动。等我们之后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再把 JUnify 的 test case 写成 JUnify test case。所以算感觉上算起来，其实成本没有那么高。那它有些新的 feature，其实 JUnify 它提供蛮多新的 feature。那我这边列出的是我们几个我们比较常用，而且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nested test。那我们之前在一个 test file 里面写我们 test 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每一个 test 它都是以一个 mess 的形式去呈现。可是问题是说，在一个 test file 里面，其实这些 test 它们相互之间可能是有关系的。例如说，它们是在可能是测某个 component 在某一个特定的状态之下，那我们会对它做不同的测试。以一个例子来说，像我这边是一个 stack 的一个 test。那当一个 stack 是新的状态、初始状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测试说，那它初始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有个 scenario 测它是不是 empty。那我们会有另外一个 scenario 去测试它说，那当我去强制 pop 它的时候，它是不是 throw exception？它其实都是对于 stack 这一个 component 在同一个状态之下的不同的 scenario。那新的 JUnify 它提供一个叫 nested 的功能，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有关系的那些 test 用一个 class 去把它包起来，那 class 上面加个 nested 的 annotation，那我们就可以把一些相关的 test 给包在一个 class 里面。那一样的，在这 class 底下，我们也可以写我们自己的 before each。before each 就是 JUnify4 的 before。那我们也可以，甚至在一个 nested 下，也可以有自己的 nested class。那我们就可以，那我们的一个，那我们 test 在同一个 test file 里面比较有架构性。那这边是我们实际上跑出来的结果。那这个是同一个档案，就是有做 migration 前，就是有整理前跟整理之后的。那左边这一个是我们用之前用 JUnify4 写的，那其实可以看到 test 非常多，然后就全部摊平在同一块里面，其实不大容易阅读，也不大容易去看出说这些 test 里面到底有什么关系。那这边就是我们用 JUnify 用 nested 加上 nested 之后，可以发现我们 test 它其实是看起来是比较 well organized 的，它就会有架构性。那举例来说，像中间这一个，它其实就是针对 system recommend 的这个功能。那我们测试在不同的 scenario 底下的一些不同 test，它就可以被 grouping 起来，就看起来就比较有结构性。那第二个要介绍的新功能，它叫 display name。那其实 display name 是做什么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 JUnify4 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描述我们这个 test 它是执行什么 scenario，我们通常会写在 method name。可是 method name 有它的限制，例如说我们可能要 follow 一定 rule，或者说可能要是 camel case 啊，或是怎么样子的。例如说我们不能有某些符号之类的。
那在 Genify 的时候，它就提供了 Display Name 功能，我可以在我每一个不管是 Class 或者是我的 Test 上面，然后我可以用一段文字去描述我的这个 Test Scenario， 它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有我个人觉得它是一种帮助 Documentation 的效果。基本上我们透过我们这样 Display Name 就可以很快的，它比较有 expression power， 我们就可以比较快去理解说，哎，那我们这一个 test 它到底是想要做什么事情。那这边一样是我们的一个 example， 那左边一样是 JUnit4 就是只能用 Mason name 去表示嘛。那我们后面用的加了 display name 的时候，就会觉得，例如说举个例子，像我们原本针对 create member push record 的这一个test， 我们原本，例如说我们原本有个 test 叫 updated fail， 那其实 update fail 其实我们其实看不出来说 update fail 它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 scenario 它主要到底在做什么，其实光是从 update fail 这个名字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理解。那我们加了 display name 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它有比较多的叙述，例如我们就可以写说，当它 fail 的时候，它应该要去 query reward point again，就是我们会把它 fail 之后应该做什么事情的这个状态描述的更清楚，所以它就提供了一种比较帮助在其他人在看阅读这个 test case 的时候，能够比较快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我们觉得还不错的功能，叫做 parameterized test。那这个 test 主要是说，我们在一个 test 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测试不同的 input。那举例来说，像我这边我要测试我的 string utilities。它是 is blank 的这个 method 的，那 blank 有很多种 case， 例如说它可能是空的，或是它可能是一个空白，或是它可能是一个 tab 之类的。那我们可以透过在一个 method， 在 method 的 parent 里面去定义我们要输的东西叫 input。 那我实际上这个在执行的时候，它就一页的把不同的 input， 我们刚刚这边定义的不同 input 塞进来，然后去测试说在不同的 input 情况底下，是不是行为都符合我们预期。那除了给一个一个 input 的叫做 value source 之外，它有提供 null source， 就是一样的，我们 null source 的话，它这边就是会回传一个 null 值去做测试。那如果在某些 case 底下我的 input 不止一个呢，那Genify它提供了一个叫做 CSV source 的东西。那基本上就是假设我今天要测试一个 calculator， 那 calculator 它有第一位数、第二位数跟到最后我们期待的结果，例如说零加零应该是零，一加一应该是等于二，它会有三个不同的 parent， 那我们就可以定义三个不同的 parent 在这里。然后我们把我们 input 用逗号分开，就是给一个 string， 然后用逗号分开，所以这边就是我们预期零加零会等于零，一加一会等于二，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增加，就是可以让我们的 input 可以有不止一个的结果，然后去测试不同的 input 底下我们的 test 是否能够如预期的去执行这样。那 JUnit4 跟 JUnit5 还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说 JUnit4 它只就是它的 runner， 它只能有一个 runner。例如说我在我的 test 里面我用了 Marketo JUnit runner， 那我就不能用其他 runner 了。可是在 JUnit5 的 runner 被改名了，它叫做 extension， 可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那 JUnit5 它支援一个以上的 extension， 那一样的 Marketo 叫做 Marketo extension。那我就除了用 Marketo extension， 如果我想用其他的 extension， 像是 Serve a Surgeon extension， 那我就可以一样的加在后面，它可以支援多个 extension， 这是我们觉得 JUnit5 比 JUnit4 还要更方便的一个地方。好，那讲了那么多，如果在座的各位觉得有点心动，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做这样子的 migration 呢？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就首先就是，如果你是用 Maven 的话，请把它升到 3.6.3 以上。或者是 Maven Plugin 升级到 2.20 以上，那如果是用 Gradle 的话，就把它升到 4.6 以上，那这样就可以直接去升级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去写你们的 JUnify 的 test 了。那如果之后还有空的话，那我们再来把我们已经之前已经写的 JUnify 的 test 做 migration。那怎么做 migration 呢？因为基本上 JUnify 它的基本上所几乎所有 library 在 JUnify 都有相对应的。那我们就可以用 find and replace 的方式把那些 package 的名称换掉，这样其实大概就可以处理到 95% 以上的 case。 那如果说各位有在 JUnit4 用到 Rule 的话，
那 rule 的话可能会需要有一些 rewrite 的动作，它就没办法单纯用 find replace 的方式去处理。那这个我在后面也会简单的做介绍。那刚刚提到说，我们假设要把 JUnify 的 case 买归到 JUnify 用 find replace 嘛，那我这边就整理了几个其实我觉得还算蛮常见的不同的 package 之间的对应，像是 JUnify 里面的 org.unify.test， 然后它到 JUnify 的话之后它还是叫 test， 只是它又叫 org.junify.jupyter.api， 这样就换过去，就是直接把它换过去，换成一个 package 就可以用了。不过比较值得注意就是说 JUnify 它有做一些改名，例如说 before 它改名叫 before each， after 改名叫 after each，Before class 改名叫 Before all， After class 改名叫 After all。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改名会让这个 annotation 看起来更清楚，因为其实之前 After class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没有 After all 那么明显，说它就是在所有的 case 跑完 After all 那么清楚，所以就是它会有些地方是有做改名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然后像是 Ignore 改名叫 Ignore 改名叫 Disable。然后还有一点比较注意，就是 JUnify 的时候，它有自己的 assert that， 可是 JUnify 的时候，它其实是鼓励大家用自己的 assertions， 所以它是它自己内建就变成用 Hamcrest 的这一套内建在里面。那基本上我们听我们自己是用 assert there 啦，就是如果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使用不同道的 assertion。然后像刚刚前面提过的，它的 runner， 它 runner 改名叫 extension， 所以我们原本要写 run with at run with 就要改名用 extend with 这样子的 annotation。 然后像我刚刚有提到说，假设各位在 JUnify 用到 rule 的话，没办法直接用 find replace， 有些地方要稍微做修改。那我这边提到是一个我们实际上的例子，那我们实际上例子这个 case 它做的事情，它其实就是在 test 开始的时候帮我们起一个 MySQL 的 DB， 然后当 test 结束之后帮我们把这个已经起起来的 DB 把它给 stop 掉。那我们原本写 rule 的方式就是去 extend external resource， 然后呢我们会定义去 overwrite before 跟 overwrite after 这两个 method， 然后把我们期待的一些行为加进去，就是我们原本 JUnify rule 是长这个样子的。那如果要把它买归到 JUnify 呢，其实 JUnify 就是也是有相对应的东西，只是还是要花一些时间去改一下。那在 JUnify 的话，我们就是去 implement before all callback 跟 after all callback。那做的事情其实内里面都一样。那我们一样是去 overwrite before all 这个 method 的，那一样是去 overwrite after all 这个 method 的。那基本上 method 里面做的事情就是跟 JUnify 是一模一样的。那这样子就可以完成的这个 extension， 就从 rule 变成 extension 的改写动作。然后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就是把我们所有的 test case 从 JUnify 搬到 JUnify 之后呢，我们应该说是很高兴发现的，还是觉得很扼腕的发现的，其实这 IntelliJ 它有提供很自动的方式，就是不用那边 find replace 啊，也不用自己写 script 啊。IntelliJ 它非常的强大，它有所谓的一键搞定功能。例如说，假设我们旁边这个 test 是一个 JUnify 的 class， 那我们把它那个 class name 按左键，它就会问你说，你要不要migrate to JUnify 啊？那按一下，然后这个 test file 就帮你做完了，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快速。不过是我们是在 migrate 完才发现，所以真的是觉得有点扼腕，发现实际上是有点不对。那它更棒的是说，如果有人觉得说，我要这样一个一个 file 一个 file 这样去按，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有没有更简单的做法？有，就是它有可以让你把你所有 test 一键处理掉的功能，就在 reflector， 然后有个 migrate 功能，然后进来就可以去做这样的设定，然后按下去之后，所有的 JUnify 的 test 就全部都 migrate 完了。不过因为我们是在 migrate 完之后才发现这个 tool， 就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去试说一些 special case， 像我刚刚讲的Rules， 它到底会不会自动帮我们处理？这个就留待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尝试看看。好，那我的分享大概就是到这里。那这边是我的 reference。好，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